台中的东势林场玩，台中人当那么久，从来没有来过东势林场。我们今天特别要带小狗来玩，这边是可以携带宠物，只要有带牵绳就可以进去。然后园区的面积蛮大的，来这里做做森林浴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走吧。沿着刚刚的那个停车场往上走，就可以看到这个东势林场的休闲农业教育园区。行程报名的游客中心，里面的环境蛮舒适的，很近，进去带大家看看。楼上的部分就是游客中心、展售中心、泡茶区，还有哺乳室，还有地图。往下走的部分有忘忧池，然后那个泡脚的公园，然后再就是民宿汤屋，三楼有会议室，二楼有套房可以住在这里。然后来看一下这是拉比的地方给大家休息，然后旁边这边有零食啊，还有扭蛋区，想要玩扭蛋的人可以来这里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咯。好，然后另外这边就是那个出口的位置，然后出去之后出口一的方向它会有一些山屋啊，可以去走走逛逛。教育会馆的旁边这边就是住宿区了，走过这个隧道下往后面走就是一些山庄，它这边都是要提前预约的哦。那我们就不往住宿区走了，我们往另外一边游乐区的地方前进喽。我们现在往园区的方向走，然后它这边有个超可爱的青蛙，这边是忘忧池，超可爱的。这边是个生态园区，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啊，还有蝴蝶啊。忘忧池很美耶，漂亮哦。真的很适合全家一起来这边散心，看看风景，认识生态，走一走。Let's go， 继续往上喽。往上走是民俗公园跟森林浴场，然后往下这边走七十公尺，会有一个泡脚的小园区，我们来去看看泡泡脚，开心吗？是来散步，这边就是可以泡竹汤的地方，看起来没有整理耶，有点脏，看起来是不大能泡脚的，有点可惜。不过上面其实只是单纯飘一些落叶了，如果说到源头一点的地方，应该是还是可以泡脚。这边就很干净啦，温泉出水口，42.5度，蛮热的哦。这边很适合秋冬的时候来，秋冬的时候来泡泡脚，好舒服哦。小朋友，你要泡汤吗？你要泡竹汤吗？Hello， 走吧，我们去泡森林浴。哦，原来竹汤它
它就是这个生姿汤，然后它是碳酸氢钠泉，就是跟内湾一样，是美人汤的一种。泉水分析，所以这边是真的温泉。我们要去森林浴的路上，忽然看到这一片草地有超多的白鸽，超多的白鸽，而且好胖哦，他们不怕冷呢，人家想追了，奔跑吧！好多哦，原来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鸽子园呐，所以很多白鸽是园内养的，好可爱。然后旁边这边可以买鸽子的饲料，看我们家小孩已经欣喜的想要去追鸽子了，很多的白鸽，好可爱哦。旁边可以购买鸽子的饲料，你可以看到小朋友也可以来这里喂鸽子，还蛮好玩的，而且鸽子都很干净，也不会很凶，超级可爱。从刚刚的鸽子园旁边走上来，这边马上就看得到民俗公园。然后在民俗公园这一边呢，它可以泡茶，然后也有一些体验的活动，我们来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来民俗公园看看什么特别的活动呢。樟脑，里面有贩卖樟脑，还有一些樟脑的做法，这是摊位。香皂馆，这边可以泡茶，然后也可以体验做香皂的部分，都是临场的门票或泡茶券，然后每天的前五组可以来这边，可以来民俗公园这边，然后做泡茶的体验，然后只要跟这边柜台的人换一下餐具，那个茶具，他们就会帮你准备好。随便泡泡，我们接下来要去森林浴场去吸收一下芬多精，做一下森林浴的部分哦。带小狗来很适合，可以跑跑。森林浴的步道走起来非常舒服，树荫非常非常多。在秋天的午后，其实这边就是空气非常好，然后都是芬多精，就是树林的味道，很舒服哦。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全家大小啊，放假的时候午后一起来走走，然后走一圈大概是60分钟。我们现在往森林浴的上面走，然后出现一个岔路，然后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地图的部分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边。那如果往上面的位置走是这条路，那它可能绕一圈就要时间比较久，但是如果我们走的是旁边，就是旁边这一条的话，它是直接可以走到四角林这个位置，四角林的这个观景台。我们想要走到四角林这边看一看，然后再沿着这个野溪步道的这个方向，然后到观音洞，回到刚刚的民俗公园。OK， 我们一起走走看吧。我们现在刚走了50公尺，然后继续往下走，就可以到这个四角林野溪的这个方向，我们要到这个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在的位置，对，然后
我们要往下走，然后入境的方向是往这一边。继续走吧，看这个树荫其实都很舒服，不会太热。然后因为平日来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人。走吧，往下面走啊。现在经过了一棵很漂亮的大树，很漂亮很大棵的大树。然后这棵大树的下面也有那个乘凉的位置可以坐，然后旁边有介绍它，那树干真的很漂亮，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很久。然后这棵树叫做乌来科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一片竹柏林，很香哎。然后很好玩的是，这边有一个主题叫做侏罗纪公园，看到三角龙出现在森林里吗？这边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来，这边有看到一只三角龙，超酷的哦，很大很大只的三角龙，然后从旁边这边可以下去，带你们看一下三角龙。我小时候也超喜欢恐龙系列的三角龙。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咯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恐龙。嗨，三角龙就是在生食亭这个位置，生食亭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前面好像有一个土地公吧，是土地，哦，观音池，一个观音池。哇，这边真的有个观音耶。山中观音，然后旁边那边有《弟子规》，可以让小朋友来背一下《弟子规》喽。我们现在来到一群恐龙区——侏罗纪公园，这小孩一定超爱的。哇，暴龙！这晚上来很恐怖哎，超大只的。感觉有音效，应该要配一点音效。暴龙的后面还有雷龙，去看看雷龙。哇，真的很大只哎！是剑龙，剑龙，三角龙，后面还有恐龙蛋，它在守护它的恐龙蛋。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龙，酷耶，超酷的。我们现在走到恐龙亭，恐龙亭这边有好几只恐龙群，看到吗？是暴龙吧，暴龙、小暴龙还有雷龙，可爱哦。然后这边小朋友也可以训练一下体能，噔噔。可以那个呼吸新鲜空气，也可以看恐龙，很适合小朋友来玩。我们今天总共花了大概现在是大概四个多小时在东势林场这个部分。那我们没有走那个森林域比较长的那个部分，我们走的是侏罗纪公园那一段，它比较小段。可是整体来讲啊，我觉得东势林场是一个树荫非常多，然后自然景观也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。那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呢，其实大家都比较期待是往外面走。对，那在接下来的天气其实就是秋冬了，我觉得东势林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全家大小放假的时候一起来玩，呼吸一下森林里的新鲜空气，看看自然景观。那小朋友的部分还可以看那个侏罗纪公园的部分，非常推荐你们。这边也可以带宠物，也可以在这里登记入住，都非常非常的方便。那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推荐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我会多多推荐其他好玩的景点给大家咯。拜拜。